我们将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，着力扩大国内需求，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，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，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。 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，增强世界人民的获得感。